我叫辉哥，一次意外我被缩小成迷你人，来到这个全新的世界，我将在这片花园里生存下去。地面生存的第三天，我利用简易的长矛和有力的地形成功干掉了臭屁虫，来到了一个神秘的研究室，希望可以调查清楚我被缩小的原因。想想曾经我也是个探险家，走遍天下都不怕，如今变成迷你人困在花园回不了家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算了算了，我不能这么坐以待毙，这花园已经跟之前不一样了，现在隐藏了很多我都不知道的秘密。为了调查清楚，我必须先生存下去，命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打算建造一个简易的安全基地，可以抵御各种虫子的袭击，还能用来睡觉休息，一举两得。俗话说造房先选地，我打算就在这里建造，风水好，地势高，视野宽阔，虫子不打扰。嘿嘿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先把这里清理出来吧。来走个曲儿。差不多了。你们看，我发现了啥？这居然是蒲公英！好家伙，这么高，差点都没认出来，抓紧把它砍了。现在我也收集了不少的材料，赶紧去研究室分析一下。首先是木须，好家伙，没想到分析出来这么多东西，有防护的面具，还有建造房屋的蓝图，不错不错。再分析一下蒲公英的茎，居然有这么多墙板和窗户，这蒲公英制造的墙板要比草板结实的多呀，太棒了，看来今天制造房屋比我想象中的顺利的多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抓紧开始吧。OK， 目前这是整体房屋的蓝图，接下来填充好材料就行了。把门放在这里，方便进出。最后就差这个天花板了，目前我能用到的材料也只是木须制作的天花板，先凑合着用吧。现在的我能遮风避雨就很满足了。全部完成，让我进去瞅瞅。不错不错。呀呀呀，昨天就吃了点麦芽蜜露，消化不太好。不好，我臭死了，完蛋，我居然忘记放置窗户了，现在不透气儿可得熏死我呀。就在这墙上加装两个窗户吧，赶紧散散味儿，实在是受不了。哎呀，才想起来缩小之后我还没正经的吃过饭呢，消化系统出了问题，所以这放屁。算了不说了，我要赶紧找点吃的去，这黑乎乎的是橡皮虫，经过我的判断，它应该是花园里比较弱小的生物了，既然弱小就别怪我了，毕竟生存本身就是弱肉强食的游戏。嘿，这下得到两块橡皮虫肉，不过这肉看起来怪怪的，能吃吗？算了算了，为了生存我也不能挑三拣四，这肉不能生吃，得制作一个烤肉架，用小石头嫩芽和干草就行。别说这烤肉架还有点可爱，
跟我一样。啊，把肉放上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肉啊，这肉啊，这肉真香呀。再吃一个蜜露啊，这晚饭吃的真爽呀。好了，天色已晚，我要准备休息了，小伙伴们晚安。嗯，谁？好像是个人的声音。难不成这个花园里还有其他人？不应该呀，这是我家的后花园。哦，应该没有外人呀。难不成……我的天，不会是什么坏人吧？现在我变得这么小，根本没办法应对呀。算了算了，还是藏在我的小屋子里面，希望他别发现我。